第十九题，索隆发现燃烧后有下列物质产生：甲氢气、乙甲烷、丙一氧化碳、丁二氧化碳、戊醋酸、己木炭。请问哪些属于有机化合物？我们晓得有机化合物就是含碳的化合物，但是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以及碳酸盐类例外。那么甲氢气没有碳，所以不是有机化合物。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当也不叫做有机化合物。而木炭当然是碳，但是木炭是元素，不是化合物，所以它也不是有机化合物。所以我们只有甲烷跟醋酸属于有机化合物。因此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哪些属于有机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乙戊。